為咗令到喺異國他鄉嘅朋友都能夠品嚐到記憶當中嘅味道，有30多年眷村美食經驗嘅牛魔王餐廳堅持採用最新鮮嘅食材，結合最地道嘅烹調方法，創造出一道道嘅特色美食。母親節就要到啦，牛魔王餐廳喺度預祝各位母親節日快樂嘅同時，亦都希望牛魔王嘅美食能夠為每一位嘅客人帶嚟家嘅味道。天下衛視嘅觀眾，大家好，我是牛魔王餐廳老闆。我叫威利，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是我们的满汉面，里面有牛筋、牛肉跟牛肚三种不同的味道放在里面，味道非常好。还有我们的神仙炒饭，神仙炒饭呢是我们特制的炒饭，然后上面加上肉松，非常香。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虾鲜虾卷，我们是用新鲜的虾仁，里面没有放任何的东西，就是纯虾，配上我们特制的甜辣酱，酥脆可口。再就是我们的绞货，绞货里面有猪耳、猪肚、牛腱、牛肚，然后搅拌在一起的，辣辣的，挺开胃的。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鸡丝凉面，夏天到了，天气热，那我们的鸡肉呢是用醉鸡做的，配上我们独特的芝麻酱跟这个黑的 sauce 浇在一起，味道很爽口。牛魔王餐厅自2010年成立以嚟，目前嘅分店已经遍布南加州嘅华人旺区。牛魔王仲凭借住美味的牛肉面，荣获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洛杉矶分区的最佳人气奖以及国际人气冠军奖。母亲佳节就嚟到啦，牛魔王餐厅亦都欢迎南加州的民众嚟品尝一碗正宗的牛肉面。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